今天我们来扒一扒秋田犬。很多人分不清秋田犬跟柴犬，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体型。秋田犬是大型犬，然而柴犬是中型犬，个头上的差异就像阿拉斯加跟哈士奇一样。另外，柴犬会更活泼一些。大家还记得这只秋田犬吗？它很喜欢来宠物医院，目的是想见到它喜欢的女护士。你看它献殷勤的表情就知道了，可能是遗传了男主人的性格吧。秋田犬给人感觉很安静，但它却是个大吃货。平日里看起来懒洋洋的，但是一旦看到主人手上有吃的，秋田犬马上就会变脸，接着就一直盯着桌子上的食物。如果你不给它吃，狗狗就会装可怜，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秋田犬什么都不行，但是干饭第一名。你看它现在都围在了餐桌上了，看着家人们吃东西，它眼睛不眨一下。有趣的是，胆子太小又不敢动手抢。国内养秋田犬的人很少，但它的口碑却很好。因为很多人都看过《忠犬八公》这部电影，就是没看过或许也听过它的故事。日本网友家的秋田犬现在已经五岁了，本来这种狗就不爱运动，加上现在年纪有点大了，显得更慵懒。目前能吸引到狗狗的只有美食了，因为脾气温和，家里两个小主人都很喜欢它，还会抱着它去浴缸一起洗澡。秋田犬跟男主人关系最好，如果虫主晚上出门玩或者加班没准时下班，秋田犬就会显得很委屈，然后就在餐桌趴着，女主人赶着它去房间睡觉也不去，然后就坐在楼梯上，用一种很嫌弃的眼神看着女主人，好像是在说，男主人在外面有人了，你一点也不急，我都替你着急呢。时间等久了，秋田犬就躺在楼梯睡觉。前几天铲屎官让秋田犬陪小主人写作业，但是秋田犬又把心思花在了美食上，因为他看到小主人在吃饭后就啥也不想了，然后就坐在了小主人前面一直盯着看，这让小主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吃完饭后，小主人才拿出作业，今晚的作业是数学比较多，秋田犬得到了命令是负责监督小主人学习。虽说没吃到零食，不过他还是在坚守岗位，一直都坐在小主人的前面。秋田犬的表情有点无奈，而且眼睛眯着，看起来很不情愿的样子，这跟家里的德牧比可就完全不同了。其实铲屎官还养了一只德牧，他监督孩子学习可是很有手段的，而且两位小主人甚至还有点害怕他。秋田犬的脾气太好，而且也没什么花花肠子，反正小主人作业没写好跟他关系不大，重要的是晚餐又不能加鸡腿。主人过去常吐槽秋田犬的嗅觉很灵敏，只要是开饭时间，家人们在吃饭时，秋田犬的脑袋就会出现在餐桌了。它很安静，但大家也受不了它这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所以多数时候都会分它一些吃的。有趣的是，秋田犬的听力不好，主人时常叫它都没反应，但一旦听到有人在吃零食，秋田犬就像会闪现一样，瞬间就出现在大家眼前了。另外，它跟德牧的关系不是很好，或许是因为性格不合吧。秋田犬的狗生愿望大概就只有吃的吧。